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2015年，我是歌手杨宗纬，谢谢。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呢，是第二季歌手当中的柔情硬汉。他在这个舞台上唱过非常多让人很感动而且很有记忆的金曲。他就是第二季的实力萌叔，也是第二季的歌王，有请韩磊。我是歌手中首次曝光的一位歌手，他的高音非常的华丽，而且他的舞台也极富有感染力。我现在这个地方，先不讲出他的名字，让他用声音为自己做自我介绍，有请。